我觉得你们 DI 未来的走向如果能够以东方古典为主题，再加上灵山的前卫设计理念，这的确是 DI 上市的一条路。哎，文笑，文笑，医生，他怎么样？你是里面病人家属吗？不，我是。那你就是她男朋友吧？你也太不注意了。你女朋友是因为劳累过度，肝功能异常。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，很可能会引起肝癌。待会儿她醒了，送到普通病房，你再去看她。谢谢医生。喂，墨尘，你赶紧来医院一趟。出什么事了？电话里说不清楚，你来了再说。文笑，这么晚找我来医院有什么急事吗？银夏昏倒了，我送她来医院。昏倒了？到底出什么事了？也没什么大事，医生说她因为过劳导致肝功能异常，待会儿她醒过来你替我照顾她。我还有事先走了。还有，告诉她明天周日不用来上班。好，交给我吧。对了，你别告诉她，别说是我送她来的。你做好事不让人知道，那我怎么说？靠你了。为什么不能看？我怀疑 DI 的设计稿都在这里面。这里面没有 DI 的设计。那这里面是什么？是 DI 的设计稿吧？只有这一张是 DI 的设计，其他没有了。你当我是白痴吗？如果只有这张是，你为什么不能让我看？这是我祖辈留下来的画册，我为什么要给你看？如果我看了，
那我和剽窃者有什么区别呢？酒醒后记得喝点蜂蜜水，墨尘。我跟许墨尘。这个许墨尘和你们的首席设计师走得挺近的，你说该不会是他们俩联合起来监守自盗吧？你只用给我信息，不用替我分析。 OK， 如果有什么进一步的消息的话，我会再通知你的。没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医生交代了，你要多休息。还有，今天你不用上班。我怎么会在医院呢？因为你过度劳累，所以两眼一闭就晕倒了。别那么拼命，身体是自己的。谢谢你送我来医院啊。不用和我那么客气。不对啊，你怎么知道我晕倒了？路过，刚巧路过。你相信缘分吗？因为我和你有缘，所以就会莫名其妙的使我靠近你。我是非常相信，你呢？你不想回答没关系，我不勉强你。啊，我没事了，我可以出院了。医生交代了，你要好好休息。别担心，住院费我付过了。不是，我得回店里赶工，如果客人来了发现我不在，损失的是我的信誉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得赶紧出院。好，拗不过你，我送你。你当我是失智老人啊？妈，我跟他们没关系啊。没关系会那么关心你？没关系能一块躺大马路上？打住，那是意外。我才不管你什么意不意外呢，反正两个你只能选一个。什么二选一啊？妈的意思呢是你不能劈腿，二者选其一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什么什么呀？没法选是吧？妈给你选。我喜欢那个个高的。不用，我自己可以回去的。喂，文笑，黄我是帮你圆过去了，但是人我可没有帮你留住。好，谢谢你啊，墨尘。兄弟之间有什么好谢的？没事，我先挂了。